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黄兰君。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高雄市社会局2019爱您很久银发婚送礼赞活动，上百对银发佳偶在亲友的祝福下牵手走过红地毯，重温当年新婚披白纱的感觉。副市长陈雄文受邀做福阵，祝福阿公阿嬷身体健康，花喜假霸吉。请问一下，你们俩2019爱你很久银发婚送礼赞16号下午热闹登场，六对身穿婚纱礼服的银发佳偶踏上红地毯，重温当年结婚喜悦，并且接受亲友们的诚挚祝福。阿公帅，阿嬷美，当中还有银发佳偶穿上原名服饰，一起跟主持人分享夫妻相处之道。阿公不仅妙问妙答，还大方献吻，赢得满场掌声。今天这样子玩会不会累？不会累啦。哎呦，喜欢很喜乐啦，喜乐的心也妙啦。很喜欢玩，有没有很喜欢太太？喜欢啊。亲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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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鼓励。高雄市副市长陈雄文代表韩市长出席，祝贺在场105对结婚40年以上的佳偶白头偕老，也羡慕长辈们相互扶持的甜蜜滋味。长久的执子之手啊，那么与如偕老这样一个境界呢，是我们最羡慕的啊。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场合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有高雄市呢有105对呢这样子的这个佳偶呢，他们重温当年年轻的时候呢，他们穿着白纱呢，那么进入这个礼堂啊，那么结为夫妻，那么现在过了50年、60年之后呢，又能够呢再重温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呢，我想我们看到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的。我想这些老人家呢，应该心里也觉得非常的甜蜜啊。其中结婚满70周年的张顿、张延来村夫妇，虽然高龄90，依旧耳聪目明。谈到夫妻相处之道，阿公用无声胜有声来形容。我少年家之前拢唔捌咧相骂啦，啊唔捌讲要离婚的啦，大家小照顾啊，无话通讲啦。哎，食老啊，无话通讲啦。尽管两人话不多，但心灵契合，阿嬷也大方感谢另一半的包容，整个活动热闹温馨。副市长陈雄文与社会局长黄云元随后跟银发佳偶们一一合照，祝福长辈甜甜蜜蜜，开心假巴黎。社区好新闻潘之光、王思武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学生阅读，高雄市南洋国小将行政办公室改造成社区共读站，以彩蝶翩翩、飞舞南洋为主轴，由师生共同创作的马赛克蝶舞花廊，让人如同置身在童话世界的共读站。社区居民和学生可以共同享用这一座图书室，品味阅读的幸福感。从蝴蝶马赛克装饰的蝶舞花廊进入学校这座社区共读站，里面色彩缤纷，好像来到童话世界一样。学生们随便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就可以享受阅读乐趣。弟弟，你现在看的是什么书？这叫做《后山天使》。是什么类的书？是漫画类的，因为这是写网的，它可以就是上网，它可以上网那个去测验，然后如果测验就会有点数，这些点数可以换一些小礼物。啊，你为什么喜欢在这个地方看书？很舒服，有沙发。哦，所以更喜欢读书，对不对？共读站以彩蝶翩翩、飞舞南洋为主轴，内部空间明亮舒适，打破对图书馆的刻板印象。像是沙发区的座椅设计成蝴蝶的翅膀，木板区可以躺可以坐，还有可爱造型的书架，让人迫不及待进来悠游书海。语文类呢，他们喜欢看绘本，还有中年级我们就在推桥梁书，好，一直累积到高年级，希望他们可以看文字书。让我们的每一个民众进到了我们社区共读站呢，他有一种进入到童话世界，然后进到这一个蝴蝶林，然后享受这种轻松优美自在的一个阅读环境，然后让阅读感觉非常的愉悦。这座社区共读站原本是一间行政教室，因为在一楼靠近校门口，是学童下课上学必经的空间，在教育局补助经费之下改造成社区共读站，让社区居民和学生可以共享丰富的图书资源。
家长进到校园的一个每一个机会，我们都把家长带进我们的社区共读站，带着他们的孩子，然后进到这里介绍，然后呢，家长呢就会很惊艳。那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说，只要学校有开放的时间，这个时间你们都可以进到这个学校来使用。阅读是十二年国教的核心素养，南洋国小将学校空间进行转化，营造美丽的阅读空间，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亲子共读共游的新景点，获得全国最美共读站。社区好新闻，黄俊怀、赖昌邦采访报道。楠梓区中和里新任里长李东宇年仅28岁，斯文腼腆的模样呢，却有颗热忱服务的心。由于中和里近年来呢人口是激增，从过去的1000多人到现在有4000-5000人，里长为了要守护里民的安全，特别成立了巡守队，积极的行动力是获得里民的肯定，也期待里内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巡守队的行列。阿伯迫不及待穿上中和里里长李东宇刚拿到的反光背心，直呼好开心。因为巡守队历经3个月时间筹备，终于向警察局申请成立获准。里长在甲我提起，我就讲好啊，我参加，因为这真好啊。警察局在这个部分可能是人数越多，相对的对他们也是越好，对我们的团队也是越好，因为在排班的部分可以再让他们不用在每一天都巡逻到。那也可以说，久久出来走一次巡逻一下，他们比较不会那么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那个年龄层比较高的年长的长辈。临近原中港的中和里，从前随处可见农田和渔翁，经过合并开发后，人口近年来激增至4000-5000人。年轻里长李东宇上任后实现承诺，不畏困难成立巡守队，要守护社区安全。7-8年前的时候，大概有大概600多户、700户。那现在已经有1900多户了，快接近2000户，每个月成长人数大概都快100人左右。现在人口较侪，也较复杂，有阵啊对治安方面，咱也有对治安方面也有较有帮助。不到30岁的李东宇，受气腼腆模样，尽管和里长身份有点违和感，做起事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可是获得耆老一致赞赏。你若随讲，一定做较到，那有法度通啊。但你就做得到的范围内，伊会尽量做，伊袂去甲伊提示。吼，啊，咱你来，咱着大家着共同来甲鼓励，吼，这少年搁再较拍拼。看着照片，怀念父亲。原来几年前一场意外带走李东宇的父亲，也是中和里前里长，如今扛下重任，更能体认父亲的辛苦。我也把他视为我的超级偶像，对，那可能就是。想要追逐他的脚步，跟他一模一样，然后服务黎明，让大家得一个好的名声。这样，把爸爸视为超级偶像李东宇不负众望，承袭父志，一面勤勉自己超越父亲，一面带领中和里走向幸福宜居的新社区。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绿美化校园环境，左营区的文府国小再度邀请慈心有机基金会呢，带领30个班级的小朋友种下100棵台湾原生种树苗。不少的小朋友呢，是第一次用小铁铲来挖土，直呼相当不简单。虽然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未来也将由班级认养照顾这些小花和小树。在志工的协助下，小学生开心用铁铲种下一棵棵小树苗，期待每天悉心灌溉照顾，绿美化校园也帮忙净化空气。树就像天然的空气净化器，因为可以帮我们做把二氧化碳吸进去，做光合作用，转化成我们需要的氧气。每天都来看它，如果有什么如果有需要施肥就要去，不然它有可能甚至会死掉。文府国小时隔5年再度携手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举办植树活动，总共集结31个班级种下100棵小树，有山黄菊、厚叶石斑木等4种台湾原生种，都是适合校园环境好照顾的灌木树种。我们就生长在台湾，那当然要选台湾这样子适合台湾种的，常常讲适地适种这样子，所以就是选台湾本土原生种那些树种，那也是选一些比较小
小朋友比较好照顾的，那特别也是适合在我们今天种的这个一个环这样子一个环境下适合的一个树种。老师比着五年前种下的小树，如今都快追上自己的身高，一方面赞叹生命的力量，也教导孩子种树护地球的重要，更让孩子在照顾过程中培养责任心，从中感受师长的用心付出。照顾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去照顾他，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边体会到说父母照顾子女的这种心情，然后当树长大之后，他是不是可以对这个地球环境多一份的照顾。100棵小树苗，由幼儿园到四年级的各个班级认养照顾，就算未来孩子们毕业也不用担心，因为会传承给学弟妹，从树苗小主人移交给树苗小保姆，让每棵树苗都能健康长大，也陪伴孩子成长茁壮。社区好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华山基金会为了宣扬敬老尊贤的美德，推广孝道观念，结合盐城区公所帮在地的郑阿嬷欢庆101岁的生日，而且呢还帮阿嬷戴上了最高学位的博士帽，并且颁发仁瑞大学荣誉博士证书，当作是送给阿嬷最好的生日贺礼。我有这个机会，这是我的福气。盐城区长严次山帮百岁仁瑞郑阿嬷戴上最高学位的博士帽，并颁发仁瑞大学荣誉博士证书。因为郑阿嬷已经高龄101岁了，人生走过百年，丰富的阅历故事是大家学习的老宝贝。我是真没有想到，能有这么多人看得起我，谢谢大家。现在的老人人口已经超过22点多了哈，所以是一个超高龄的社区哦，当然希望说大所有的长者能够都像张震奶奶这样哦，能够快乐学习哦，能够活得更久了哦。为阿嬷唱生日快乐歌，一同切下蛋糕。郑阿嬷不断说，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到家里。华山基金会日前得知阿嬷生日快到了，特别邀请盐城区长为阿嬷举办生日 party， 深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场面温暖欢乐。非常的高兴哦，希望说之后这个他可以永远快乐哦。希望明年还可以有这个机会继续来这边。跟他来个同乐，就目前开始推行这个社会大学的服务，然后要帮助我们仁瑞的长辈，可以在他的人生的这个后半段，可以过一场让他很难忘的回忆的庆生会。从天津来到台湾，郑阿嬷从此扎根高雄，先生过世后就独居在盐城区，里长也会经常来关心。算在咱念念保温啊，算一个奇迹啦，啊，伊个家己本身哦，伊也家己做养生的啦。但是啊，他去年开始啊，就小可有失忆啊，失记忆啦。随着年纪渐长，郑阿嬷有些失智状况，不过行动和表达力都还很不错。华山基金会也特别为阿嬷申请外佣，悉心照顾日常，期待有更多人加入照顾关怀访视的行列，守护长辈未来，让每个老宝贝都能健康加百亿。社区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在长照这条路上，家庭照顾者背负着甜蜜的负担，却常常因为忙于照顾，没有留意到自我的身心状况。高雄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就和果陀剧场携手打造了一部舞台剧，由18位家庭照顾者动人演绎他们的亲身故事，透过戏剧来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哥哥，你气喘发作了，应该要送医院了。赶快背大包包！一个疾病的产生，引爆后面一系列的亲情拉扯，时间、体力、精神，日复一日的消耗，对家庭照顾者带来庞大负担。然而，有阴影必定面向阳光，找到舒压出口，漫漫长路就能继续走下去。这部舞台剧的诞生，来自18位照顾者的亲身故事。上半场的部分是讲一些他们跟就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的一些难忘的回忆。那下半
办厂的时候就日光之上，那主要也就是为这些照顾者，我们觉得这些照顾者他们在日复一日的这样的辛劳，那他们要怎么去排遣啊，以及要怎么去面对甚至解决这些事情。由果陀剧团为家庭照顾者打造日光之下日光之上舞台剧，12周的培训课程为一群长期扮演强者的家庭照顾者带来不少成长。他们从低谷当中，那透过课程他们开始抒放自己，疏解自己的压力，然后开展他们自己。虽然受了很大的苦，但是因为这个戏剧让我觉得这个苦被升华，成为我再生的力量。人手一样吉祥物，有的是丝巾，有的是外套，各种最平凡的物品，却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深切的情感连接。这件外衣是我先生中风12年，他复健的时候最喜欢穿的一件外衣。我穿上这一件衣服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信心，他的勇敢，他的毅力，他的忍耐就住在我的心里面。不论年龄与性别，家庭照顾者义无反顾扛下人生的甜蜜负担。然而时常忙于照顾，却没留意到自我身心可能不堪负荷。透过戏剧，不只让更多人了解他们，更是打开自我，将负能量转为在长照这条漫漫长路下继续走下去的动力。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带您来看新住民创业的故事。因为想念家乡，所以在爱河畔开了一间越南料理餐厅的盘氏翠云，以道地的南越口味设计创意料理，结合了法式摆盘，提升用餐的质感，希望在高雄推广越南菜的美味，而这也是他怀念家乡的方式。从窗外探出去，爱河美景一览无遗。因为想念家乡，从越南嫁到台湾的老板盘氏翠云便选在河畔旁开了越南料理餐厅。那我们就是到哪里都看到河，就是湄公河嘛。所以就是我选这个地方，是让客人可以感觉到不是在高雄，是越南菜。道地南越料理却以法式风格打造餐厅，提升用餐质感，原来跟家乡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我们的南越就是有法国的同，所以说谁多多少少会有就是法国的文化在我们的南越，所以就我想就是用这个 idea 这样子，用咸鱼调味的饭淋上柠檬汁就可开始动手 DIY， 将一旁的香料沙拉拌搅在一起，美味的越南炒饭就大功告成。沙米盐就是我们自己调的，就是沙米们磨变成粉，还有就是生辣椒还有盐我们炒，所以说它就会蛮有特色。我们就是放东西就是我们会放在一起这样子，不止主食，包括使用椰奶制作的 Q 弹甜点，还有采用自己种植的蔓越莓调和柠檬及椰奶的饮料，都能满足不同族群的饕客味蕾。我们开这家店，我们有请个越南那边的厨师，这样子看哪个比较适合介绍啊，就是做出来我们的菜单比较适合台湾这边的口味。高雄爱情产业链发烧，周边赏景餐厅也备受民众喜爱。以传统越南料理结合法国饮食文化的餐厅，是老板回味家乡的方式，也看见他在台湾推广越南菜的坚持。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左营区重拾里关怀据点是西极巷弄长照站，1周5天有各种延缓失能的课程来提供长辈学习。此外呢，里长吴武雄也向卫福部争取经费，添购了一批适合长辈们使用的健身器材。长辈说，在使用过后是明显的感受到肌耐力变好，而手脚也变得更有力了。长辈大声念出投影机上的字体颜色，不但可以训练反应力，还可以延缓失能。左营区重拾里关怀据点106年升级为 C 级巷弄长照站，每周一到周五都有丰富的课程活动提供长辈学习。长照2.0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做10个时段，也就是每个礼拜到礼拜五早上跟下午都有。那当然我们知道长照2.0本身它重点是在于延缓失智失能，不过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大的范围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就分很多课程。今天包括让他们看一些老照片，包括让他们知道一些所谓的颜色也好，包括唱卡拉 OK，
包括让他能够有一些筋骨上的一些活动。不只要动动脑，手脚运动也不能少。吴武雄里长去年向卫福部争取经费添购健身器材，仔细观察会发现和健身房的不太一样，多了软垫保护，适合上了年纪的银发族，操作起来也不会太吃力。以前比较没有做，然后没有力气，现在做比较好一点，比较稳，对，比较手跟脚还有点。这边的话就是有指导员啊，在那边的话就在自己的家一样啊，就是自己运动而已。这边比较不一样。对对对，对他们来讲的话，真的就是也觉得说很棒，因为真的，家里面也没有那个空间去摆，那能够在第一个走出来，然后再就是说，对他的本身，他们都有感受到，他们的体能方面会好一些。除了健身器材，还有足球、游戏桌，两人对打刺激又有趣，让人大赞来到崇实里活动中心好幸福。有请里长吴武雄照顾长辈，面面俱到，就像自己的家人，疼爱关心。期待社区有更多长辈来到关怀据点，加入健康乐龄的崇实里大家庭。社区好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今年入选高雄十大眷村名菜中呢，其中有一道料理茄盒，不仅是眷村人的家常菜，更是一道功夫菜。两片茄子里头呢，夹入了猪肉馅，再裹上面糊，下油锅来炸，外酥内软的口感还有茄香味，成为许多饕客最怀念的家乡味。两片茄子夹入猪肉馅，再裹上面糊，下锅油炸，咬开酥脆的外皮，里头软嫩的茄子与肉香四溢。说到茄盒入选高雄市2019十大眷村名菜，不仅是功夫菜，也是老板刘平林儿时的家常菜，妈妈的一个私房料理，对，从小吃到大，口味也没有变过。那它是用我们特别去挑选的一个茄子，原汁原味呈现童年滋味，传承私房料理。老板更独创催泪蛋，追求辣的极致，以青龙椒、小辣椒拌炒香煎荷包蛋，吃下一口辣度破表，非常适合当下酒菜。吃了会催泪，就是很辣，也是一道很好的一个下酒菜。开在爱河畔旁的这间餐厅传承眷村记忆，菜单上不少难得一见的私房菜，都是饕客最怀念的滋味。同学都是在他们家眷村吃他们家眷村菜长大的，那我是受他们影响，所以跟得来。他们的美食确实是一些比较特别的菜，他有一些东西做的手法都比较不一样。从家常面店起家，走过多年，菜单除了北方面食，更多了许多眷村私房菜，传承记忆中家乡的味道。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黄兰君，我们明天再会。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样也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颠倒，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看到了吗？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高雄的经济，我们一起来打拼；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城市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监督。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